这个是儿科，儿科那三号在哪里？我知道三号在哪。啊？没事，不用动在那里面没被吸。哦。这里是医院，说话要小声一点。哦，就是你。我看是那边，你说话小声一点。哦，在医院里面说话小声一点，不可以吵到别人。因为在这里的话，很多人要安静，大家说话都很大声，会吵到别人，知道吗？哦。按什么、啊？叮咚。我是七号，我是十八。我们整天先报道。报道。想好。这里还有公布栏。嗯。我可以挂儿科吗？蠢蠢欲动。